200。对，要是玉米龙汤，那200，几包啊？够往回要啊？我来讲哦，我全部吃10包，招两个人加订钱350面，你等下用我小食看嘛，配吐司拢会当。100楼，100啊，来100块，上面写100块，三万哩，四万哩，五万，五万100楼，五万两万，三万哩，来四万哩，来五万100，来个那玉米龙汤要不100？100啊，玉米龙汤够了，要不100？来切蛋风卷，来个那边写800够完，这手工的哦，以前外口拢来包妈妈的香菇，那这边包萝卜，这等于规条梅子加好食，梅子要出东捞来塞，350，包拢是新价钱，100楼，100啊。快好，100块，手工的包包做完100块了，100块，100块，收，送给你。来，你先收个放掉。哦，100块了，几个你也敢买？靠，这100块一个，退钱。这100你不能卖的。感谢呢，几个包跟收价钱的人家，今天100大家欢喜些。50楼，来50块，高50块，我送出去，50块，给大家高兴一下没关系。100块做鱼翅，5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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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个人？3个，谢谢，最后两个没啊，最后一个没啊，10个包的，你的帝王鹅在做鱼翅没有？帝王鹅在做呢，啊？修个蛋，这修拢无啊？你要买金买哦，只要你修。你家，我准备毛豆，毛豆我卖一下嘛，毛豆给我卖一下。那你毛豆上好吃，我给你卖一毛豆。你们要不要吃毛？啊？啊，喜欢就叫人来，你先去叫一家喜欢来。别急啊，都要拍摄。来，你包好几只乌鸡哦？乌鸡啊！后边坐，你免阁排啊，后边坐坐。你莫后边坐只乌鸡坐。啊，只个恁讲哦，那个那个囝仔遐水者，甲看者，囝仔水者。来，你去注意哦。你讲来要食毛豆的，350拢总免互你开。今仔日我毛豆你扣回来得。做好食。新价钱的人家200上面也200块，200，我200毛多哩，300哩，我400哩，我500哩，来我600哩，唔免落去加500、400，用阿伯做嘅，阿姊也提钱给阮过来。200咯，这200呀。来200咯。200啊，200。来，后面也无毛多，200块咧。加啦。这边有人进来，多谢。这边放心不来啊。多谢，大哥，我们怎么做？放心不来啊。这边毛豆了，这边很香菇哦，直接给我就好了。然后我呢，你想买别个气脚好吗？气脚好吗？来来来，有几包？来有人要毛豆的吗？100块，想看吗？这根毛豆最好吃，我袂甲你钱。100这边毛豆嘛，100块四斤。100好了，毛豆。100好吃哦。100块毛豆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来开一下。来开一下。900找你就对了。这个来，你这箱哦，豆干先别再让人家运作，这箱卖掉还搞这箱倒掉。我等下这个化料，我要来我往公司上好吃意大利面了。你讲人要吃鸡块无？我鸡块是含肉率80%，这当然用切那个切的。这一包800，200的话是爱360。我讲卖360，卖350，拢做咩？一个人要上新价钱的300给我了。哎，300！今仔你讲买300，我一包卖要送你，一包搁请你，一包过伊，全部三个人加吃了，好啊，300上面吃。谢谢。等下，一包卖卖，一包搁送你，免500，300了。来，还有人要吃鸡块吗？我鸡块绝对不输麦当劳，你相信我，含肉率80%，300搁要吃无？300。阿伯，你要吃鸡块无？300块了，拢有啊！全部招三个人去左边。啊，左边来。一包过来。我跟你讲，最后剩两包，你若买袂过，你试吃看卖。150了，150。等我的。150块，你试吃看卖。含肉率88的鸡块，150块拢阿做无？你有你的超前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你的该七千块了。来，都来150来，放心来。来，你莫跟他冒着。
来，他要给三百块。来，来冲到现场吧。啊，这个恁介绍这块牛排哦，这块是人你讲我嫩煎牛排，这块都是咱用煎的、用烤的拢做好吃。今天你要吃牛排，这才高啊！新价钱卖三千两千，我袂甲剩半箱俩。你新价钱的，一千块外了，一千块。一千啊！够水无？你甲你看。来，我们要吃这个嫩煎牛排无？一千块。哎，一千。我这块搁送你，这块搁请你，这块搁你。今仔日全部三个价钱，我这块卖你，这块搁来，这块搁你，搁加一个台号是。来，多加好，我收。来，另外我搁加一个台号，两百两百两百，一千块三百吃一千块。哎，一千。有人要吃牛排无？一千块咯。你若要吃生食干贝，来给我讲咧。这大块牛排，讲要油要遮水的少咧，真正少咧，我袂来不着咧。我这块搁送你，好无？这块搁你，这块搁来三个。三个人计加钱了，帮我吃一个。一千三要吃一千块。来一千咯。有人要吃嫩煎牛排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块，人要吃牛排无？一千。拢有啊，听好啊。我这块卖袂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全部三个人给吃就好了，一千块。来吃啊！来一千块，要吃嫩煎牛排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块了，谢谢。哎呀，兄弟，谢谢。来，让他收起啊。来，你帮我叫下去。啊？我们买少一点可以吗？对，我处理你男女六百块给我，六百对哦。六百。六百对哦。来六百块的，我这平价哦。来，不要少，你不要讲我了，六百了。小家庭真正买袂落来，六百了。对啊，六百啊侪啦，你听无？六百啊侪咱吃袂完啦，六百够咩啊无？六百。六百够咩啊无？六百。拢有啊，来，别忘记收个。来，收个。来。来，这包你来对啊？好，你先给你我背了啊。这包是迄个葱肉馅饼。伊这一包内底有三十粒，这当然咱用煎的是做好食哦。伊的爆汁叫啥？爆汁馅饼三十粒，这内底有肠啊，搁加猪肉。花你三包，花你五包，咩？你要一包两包三包，你甲你讲，一包你甲煎煎的落啊，一包落。来吧。有人要食葱肉馅饼的无？一包好了，一百块。葱肉馅饼一包落，一百块落。一包好了，要食葱肉馅饼的无？一百。来，去。你肯定要的。葱肉馅饼一包。辛苦，是吧？我你两边蛋黄了，啊，起码我这些，这些话就是人咧讲的卤鸡腿，是不是啦？对。这包就是人咧讲的土鸡腿，这全熟的啊，全熟的啊，这两个拢唔免搁用啊，这全熟的，这两个我烧来当吃啊。一只鸡腿若五十块，十几块五百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新价钱两百了。两百，有人要吃卤鸡腿的无？两百块就好了，两百。卤鸡腿有人要也无？两百。很好吃啊！我无去包啊，以前我都要去包。两百。包啊，包包吃起了，我点了啊，我包包包包起了。啊，要点什么无？有要吃什么物件无？要吃啥？我讲啊。要吃啥？我讲啊。刚好要吃鲑鱼加鳕鱼。拢有啊吼，好啊无恁等恁个，等恁个五十块，我叫来包个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叫包包去，好不好？火料上有啊，啊是咱们火料上。OK。而且火料上一包是三斤半，这规划拢了，哈、啊，我抽了了袂甲剩车，一点三斤半，规划拢了，用我小鱼翅包鱼讲个火料上，一点卖七十五，卖互你开六啊五，新价钱五百。来五百。来。今天你两个要买五百，我这点买的全部没有了，这点要上来五百公里。哎，五百。最后写的五百，写的是。哎，五百，我无好。鱼翅鲍鱼风味，佛跳墙，五百公里。五百几多？有啊，我个人要买一包鱼啊，我试起来无两百五。我先我提一包去，鱼啊，我个人要试起来两百五。哎，鱼啊，哥。最后剩这两包，两百五。两百五哦。OK， 我来试。最后这两包鱼药我拢有啊哈，来姐你甲收起。OK OK， 我来了。来，啊咱来买一个这好不好？伊这退冰就带好食啊，这个那个我蟹味棒啊，这都咱白族甲南美就做好食啊。爱食卖五包，四包三五袋，然后三包上面吃。哎，三包。三包多少？我来我。
一包都请你好不好？今仔日三百种伫新价钱的人过，一包卖袂过来啦，三百了。是哇，三百嘞。有人要食蟹货包了，三百块。三百。拢有啊，都有了，谢谢。来，好，完了那个客人，那个福建蟹。来，完了六克五十的去了，谢谢你们。三百五十的。完了六克五十。哎，拿五十块的哈，谢谢。来，一包的。我来四月咧来服务咧，拿五十块的。啊，四月来边服务来劳动啊，我来叫来处理啊。哦，负债那边我这边。对啊。哎，负债那边那个情况不一样。好好好好，继续做这边。一件意大利面有白酱，有青酱，有番茄，有明太子酱。今天你们吃意大利面的人可以结两个三百的，啊，一百块了，来左边来记录啊。一百块了，意大利面一百块而已。哎，一百了。有人要吃意大利面的吗？对 ，OK， 我处理。意大利面有人要吃吗？一百块。你在上面咖啡啊？是。白酱三百，青酱三百。赚不下了，一百块而已，赚不下了。沙发沙发，你不要叫沙发了。哎，沙发沙发。啊，你帮我再出一个。白青各三百。这个别太好。青酱嘛，沙发哦。个泡白了啊。个人的意大利面嘛，三包一百块。两百。两百，而且不要其他各两包。其他各两包。两百块的。还有人要意大利面的吗？哎，三包一百了。三包一百而已，一百块。意大利面够了，没吃啊？三包一包。来，意大利面拢有啊吼，有啊，我就甲寄起来哦。嘿。伊即个白酱、青酱、明太子、甲番茄肉酱，三包一包的。你要啥物？